了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这一局我就来谈一谈 A6 的自由感。哦，这一局仍然是我们的亲友团。我刚才扫耳机。阿尔宁静慢，他刚刚看到怪快死的时候就应该是宁静，五层而已啊，五层吧，对啊，五层啊，没错，五层。我快解散了。伤稍微低一点哦，阿尔摩不太够。撞跑我撞就。奇怪，怎么没有那个什么夺魂？走，走，走了。
这边帮我跳吧。哦，好。防护记得收哦。我靠！我不能解散我的宠物，居居。没事没事，一起过来的。听说那些船长打算见面开会，如果我们混进去，就能一次把九头蛇的脑袋都砍下来。就算是鱼，也没有巫术会那么会喝。不能比我胖哦，我最肥的都过来了。船长就会找你参加会议。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想办法拿到邀请函。困难的方法呢，就是冲进去，我把这世界上最差的三位给我赶住。我记得是分开了吧？还是我记错了？对啊，好贵啊！不要爆！快过来，过来！我刚卡在电线杆。哦，你卡在电线杆，我卡在那个树跟树的中间。浪费好久。对，我忘记喝，去喝，我去喝。哦，今天好久。不要错，只是换一下目标。那个骷髅，我刚第一次不要错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放心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
放心，接招！放心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不要出手，不要出手，一次两段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我们可以跳怪啊。爬树不够。哦，好吧。哎、欸，不帮我动好吗？你打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看到我冲怪了。又没抓到，当心！哎，大鱼大小，还错。怎样？有失血吗？还是你按错？我好像按太快了。那不要了，那不要了。然后下一局再开始。放心。是啊，
他没进语音啊。如果他有进语音的话，你就会听到他尖叫，跟你一样。我要你刚进去，他好像有进来。在里面的时候，你我跟阿奇没了。他应该会说靠腰，靠腰，没事。我所有保命机都开了，难怪好像有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我顺势中，我所有招都开了。他刚没下宁静，对不对？我刚刚好像没看到他下宁静。那是你啊！我只忙着保我自己的命，我没有注意到他。先抓猪吧。我的，我的啊，耶，我的，呜，我猪，我猪，没错，哎，你也太精算了吧，九九花是怎样啊？没有那个啊，没办法了，没有灵魂啊，就随便打，也没有算啊，这就是随便打。没办法，没有早进100%跟没进100%都没差，对不对？不对哈，没有灵魂呢。对啊，没有灵魂啊。正常来讲应该是皇冠不用清。刚刚如果皇冠不清的话，趴树会再清，应该是打这一只乌龟就差不多嘛，应该啦。没意外
刚刚八成呢，爸爸。那个刚刚八成呢，大哥，大大。八成可以哦，我法师大方。八成不行吗？八哎。可以，我牧师都补过十一成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就是大招，两个大招全交。我是点那个死亡，所以那一次啊，对，也是可以的。对，我就十跟那个什么李宋直接开下去，十五往后直接启动。大家刚好弹八成其实可以，他宁静下去，他在五成的时候就要五成一滴，刚刚是直接爆八成，所以他宁静下去。那么好，你战斗弹哦，干这才六而已，你看我掉球，我几乎没开招哎，你们看我拉。全程好像只有群拉的时候我有开招，然后 POS 在开招，开招了。看，这个血有个屁，他一个旋风掌才一万三而已。干！小弟本来就上大的，你的球就这样，哎呀。我有录影，不要说到时候冲过去赢你啊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可以，对，我把你抛上我，然后那个什么，跟阳光讲。OK 啦，加三 A 了。什么？有啊，这是死士加三啊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再来一个，又上。哎，加二！哎，加二为什么？应该差一些些。要差那个啊，十三，我记得十三分啊。你刚不是十三分吗？没有，刚刚降到十二。哦，那没办法了。这时候就要看破损那个什么 NONO 大大了。NONO 大大叔叔不够哦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好，这一局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